朋友，大家早上好。很快又来到了星期一。Today is Monday. Hari ini, hari Isnin. 好，今天已经进入了二月份。今天呢是一号，二月，2021年。好，小朋友，翻开第四页，然后一样的，我们写上今天的日期，一号，二月，2021年。好，这个字是牙，牙，牙总共有多少画？总共有四画。好，小朋友，把你的小手举起来，我们来先写一次牙。一竖，二竖折，三竖钩，四撇。好，牙总共有四画。好，我们先来读一读。牙刷，牙刷。牙齿，牙齿。再跟老师念一念，牙刷，牙刷，牙齿，牙齿。这是我的新牙刷，这是我的新牙刷。好，看看这个图片，这图片就是牙，牙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唱一唱刷牙歌。小朋友还没开始唱之前呢，先跟老师念一念这个刷牙歌。张开我的小嘴巴，左刷刷，右刷刷，早也刷牙，晚也刷，快乐笑哈哈。好，再来跟老师念一次。张开我的小嘴巴，左刷刷，右刷刷，早也刷牙，晚也刷，快乐笑哈哈。好，这个曲调呢是那个伦敦铁桥跨下来的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， 应该小朋友都会了吧。好，现在老师开那个刷牙歌给你听，然后小朋友跟着一起唱好不好？张开我的小嘴巴，左刷刷，右刷刷，早也刷牙，晚也刷，那下请拿出你这一张练习纸，然后一样的写上今天的日期，一号，二月，2021年。好，我们看看题目，你会在什么时候刷牙？在正确答案的空格里打勾。好，小朋友，你一天是刷牙多少次呢？其实正确的来说呢，我们应该要刷三次，也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中午吃完了东西之后，然后晚上睡觉前，三次是其实是比较好。小朋友如果不刷牙的话呢，就会有蛀牙，然后呢会很痛，所以一定要保持牙齿的清洁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先看一看下面的图片。这个图片有牙膏、牙刷，还有水杯。好，你会在什么时候刷牙呢？第一个，起床之后，唱这歌的时候，吃完东西之后。小朋友你先想一想，什么时候刷牙比较准确比较好呢？ OK， 答案是
起床之后，然后呢，吃完东西之后，打个勾。好，老师要你们把图片呢涂上颜色，打个小小的勾做记号，就是把这三个图片涂上颜色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下面的这个字，牙，牙，牙有多少笔画呢？总共有四画。好，小朋友你的小手举起来，我们数空一下。小朋友把你的小手举起来，来跟着老师一起数空，一竖，二竖折，三竖勾，四撇。好，再来一次，一竖，手跟着老师写，手举起来，二竖折，三竖勾，四撇。好，再来一竖，二竖折，三竖勾，四撇。好，牙总共有四画。小朋友先拿出你的铅笔，然后跟着老师跟着笔画写，一竖，二竖折，三竖勾，四撇。好，再来一次，一竖，二竖折，三竖勾，四撇，一竖，二竖折，三竖勾，四撇，一竖，二竖折，三竖勾，四撇。好吧，完成一竖，二竖折，三竖勾，四撇。好，小朋友把它完成，然后记得这三个图片要涂上颜色。